来看这边，好，什么是级数？把数字都加在一起。因为我们现在只学等差数列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你把等差数列通通什么加在一起叫级数？听得懂？嗯。逗号加在一起叫级数，逗号。那所以呢，来看这边，我找一个等差数列，好，公差都多少？二。公差都是二，对不对？对。十五、十七、十九、二一、二三，会吗？会。那你把它们全部都加起来，那这个东西就叫做等差级数，叫做等差级数。会不会了？会，就叫做级数。那级数的代号我们用 S。S 会不会了？会。那再来这里要写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有几项？对，有几项。所以你数一下这里有几项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，所以有十二项。会不会了？会。真的会哈。会。所以 S 就是级数，级数加起来，加起来级数，级数。那下面这个十二就是十二项，可以。可以。那方法还记得吗？嗯，方法是什么？找中间乘个数。找中间乘个数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其实就是你们学校的什么？找中间乘个数。好，这个中间呢，其实就是什么？就是你们学校学这个 a 万加 a n， 还记不记得？记得。是这样子。对。然后个数呢，就是 n n， 有没有？嗯。会不会？会。那所以找中间，找中间就是最大加最小。A one 嘛 ，A one 是不是就是它？对。是最小。那 A n 呢？就是最后一项就最大。啊，所以呢，我都是念最大加最小最小除以二，会不会了？会。最大加最小除以二，所以最大加最小最小除以二，所以除以二，所以答案等于十二。十二会不会了？会。真的会？会。那个数几个呢？十二个。个数刚刚数过十二个、啊，听得懂？懂。那如果个数呢？个数你不用数的，用算的，你会不会？会。就是，全加。全加嘛。嗯。好，这里一共从一到二十三要加多少？二十二。二十二。那每一次加只有加二，所以全加除以每加加一。加一会不会了？会。好，所以你也可以用算的，全加除每加加一，所以等于十一加一，所以等于十二。十二个。那所以全部总和乘起来不就是144？听得懂？懂。所以找中间乘个数，找中间乘个数其实就是 学校教的这个方法了，会不会了？会。会不会？嗯。这个 a n 就是最大，最大加最小除以二，最大加最小除以二就是中间，中间，中间，会不会了？会。所以前面这里就是找中间，那这个 n 是不是就是个数？对。所以其实就是找中间乘个数，找中间乘个数，个数，听得懂？懂。所以我不用学校，我不喜欢背代号。我喜欢背中文句子，懂不懂？嗯、找中间乘个数，会了。会。会哈，所以我们算出来一共总和多少？144，对不对？嗯。是不是144？对。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没有哈，没有问题之后，我要开始教你哦。如果你把级数分成一组一组一组，再去把它分成一小组一小组一小组，注意听我讲哦，会怎么样？你把级数分成一小组一小组一小组会怎么样？乘。等差，等差，听得懂？嗯。来，不相信，来，我们现在呢？我们现在试试看，我们现在试试看。好，我现在用两个一组，我现在用两个一组哦。来，两个一组，来这两个一组。四。这两个一组。十二。这两个一组。二十。这两个一组。二十八。这两个一组。三十六。这两个一组。44，来公差，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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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？嗯，会不会？会。所以你把等差数列，等差数列如果再分成固定，固定几个一组，固定几个一组，还是会成等差，听得懂？嗯，听得懂，懂，听得懂。那三个呢？那如果三个呢？也会。来三个呢？来这三个一组，一三五九，再七九十一，二十七，再来十三十五十七，四十五，再来十九二一二三，六十三，公差，公差，
十八。十八，公差。十八，公差。十八，有没有？还是成等差数列？嗯，听得懂。懂。听得懂，嗯，所以数列等差数列，你固定几个分一组，固定几个分一组，还是会成等差。等差，听得懂？懂。听得懂吼？懂。听得懂吼？好，那如果四个呢？如果四个呢？如果四个一组，来，这四个一组。十六。这四个一组。四十八。四十八，这四个一组。嗯。八十，八十，来找公差，加三十二，找公差，加三十二，有没有？有，也是成等差数列，所以记起来哦，等差数列，等差数列，等差数列，你固定几个分成一组，分成一组，分成一组，也是会成等差数列，听得懂？嗯，听得懂？懂，听得懂吼、哦？好、嗯，那如果你这个会了，你这个会了，那恭喜你啦！你看上面这里，你看上面这里。来，你开始来，我们来做那一题。来做这一题。来 ，S 十是什么意思？嗯 ，A 一加到 A 十。是不是加到 A 十？对。对不对？嗯、啊，所以这里加完是多少？八十。八十。好，那什么是 S 二十 ？A 一加到。是不是一直加到十，还要再继续加下去？对。加十一，加十二，加。十三一直加加加加到 A 二十，要二十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请问那这里总共多少？一百八。这里是一百八。对。会不会？会。真的会？会。那 S 三十又是什么 ？A 一加到 A 三十。就是二十，继续一直，是不是加到二十第二十个再继续加下去？对。是加二十一加二十二，一直加到第三十，会不会了？会。所以三十个三十个，这个才叫做 S。三十会不会了？会，会了。那我刚刚教过你啦，等差数列，等差数列，你固定个数，你固定几个分成一组，十个一组，十个一组，十个一组。嗯。那你这里算完这三个数字也会成等差。成等差，听得懂？嗯。那我请问在这里多少，你知道吗？一百。是一百八十减八十。对。是一百。那恭喜你，你找到什么了？找到他们的公差是。公差是加二十，那我问你，那这里就会了。加二十。加二十，所以这里是。一百二。一百二十。嗯。会不会了？那、啊、所以你只要把他们全部这三个都加起来，加起来不就好了？所以不就是八十加一百，加一百二，所以等于三百。三百，手工，会不会了？会。会了。嗯。啊，所以你下次看这个题目就很简单了，十个，十个，十个，所以以后看到这种题目，你怎么写算式？你怎么写算式？啊 ，S 十，所以是多少？八十。八十，啊，再来呢 ？S 十一到二十，二十就会是一百，就会是一百八十减八十等于一百，所以你一定要去找出十个一组，十个一组啦，懂不懂？懂。啊，再来你就可以去找加是公差、啊，会不会了？那你就我就可以恭喜你啦、啊，我就可以恭喜你啦、啊。你就可以找下十个，下面十个啦、啊嗯，之后十个啦、啊，会不会了？会。那之后十个不就是再怎样？加二十。再加二十，啊，所以不就是？一百二。一百二，所以到那 S 三十呢 ？S 三十是从第一个一直加到第三十个。嗯。那是把这十个加这十个加这十个加起来。对。所以呢，就直接把这三个加起来。加起来，啊，所以答案不就是八十加一百加一百二，所以答案等于三百。三百。啊，你这样子写算式就会很快，会不会了？会。所以你一定要记清楚，就是要分成十个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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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个，懂不懂？嗯。听得懂。懂。啊，再来这个一百八一定要去什么？这一百八是几个的？二十。二十个，二十个。可是你现在是要是不是要取十个？嗯。所以一定要用一百八去减什么？前面十个。十个，懂不懂？懂。啊，再来就可以找到。公差，公差，所以记起来一定要分成十个，十个，十个，会不会了？会所以一定要先分成十个，十个，十个，啊，再来要去找各自十个多少，各自十个多少，懂不懂？懂。啊，就可以找到公差。公差，听得懂？嗯。要做什么事情？把它分成十个，分成十个，十个，十个，分成十个，十个，十个，啊，再来呢？然后。
找自己十个多少，找自己十个多少多少就可以找到工商，听得懂？嗯，啊，就可以去找出每十个多少了，会不会了？嗯，真的懂？懂，真的懂。那请问你那 S31到40呢？140。再加20不就好了？嗯、会不会了？会。真的会了？会。真的会哈？好，嗯、可以哈？可以。好，那再来我要问你一件事，再来我要问你一件事情，那你知道这里的每一个公差是多少吗？我不是指加完，我不是指加完之后的公差哦，我是指这里面每一个数字的公差。嗯。你会不会讲？我请问你一件事情哦，来注意看了，这个 A11 是 A1 加 10D。对。听得懂？懂。它是等于 A1 加 10D。对。对不对？那这个 A12 呢？我可以变成 A2 加 10D。10D。听得懂？懂。听得懂？懂。那这个 A20 我可以变成 A10 加 10D。加 10D。啊，你有没有发现这里的 A1、A2、A3、A4、A5、A6 到 A10 不就是在这里？嗯。啊，你这边十个，我这边也十个，你这边十个，我这边也十个，有没有？嗯。啊，我每一个都比你多十滴，多十滴，多十滴，那十个多十滴，那不就多100滴？所以这个20其实就是100个滴。100个滴啦。啊，所以你就可以找出他们的每一个数字的公差。嗯。啊，所以就是把100除过去，所以公差不就是？1/5。20除100，所以等于零点零点二或1/5，会了，会了哈、嗯，好。